的天！那是什么呀？咋了？人家怎么了？他没穿裤子衣服。哦，就把他扔地上了。盘点猝不及防的搞笑场面。二十号就是，肯定是为你服务。怎么了？我的脚很臭吗？不，吃顿白饭，啥子？哎呦，青菜，这比你是啥的天了，就好臭了，恶心死我了，话都说不出来了。小声的，比你要是老板，你要是老板。姑娘，恭喜你要失业了。老板，啥呢？隔壁老王跟他媳妇吵架呢。不是，为啥呀？老王出轨了，外面有人，他老婆知道。那跟你啥关系啊？他把不我的。我叫你宝宝，你帮我把这个放到这儿。这干嘛的呀？这是感应灯，我半夜去卫生间的时候它亮了，我就不害怕了，就不用你陪我了。大哥溜达完回来了，回来了，大哥，从哪搞的钱？哎呦我的妈！我太难了。蒸一个馒头需要5分钟，蒸10个馒头需要多长时间？人家这里都写了10个馒头，你咋还是5分钟？咋算的？我可以一起蒸呀。人家题里面也没有写让你一起蒸呀。人家谁家馒头是一个一个蒸的？难道你妈小时候就给你一个一个蒸？不就学校吗？你看看，以后这开车可得注意，装了稀里咣当的。你看这还有个开坦克的。我勒个妹！你那拉长，我不能让你进啊！你快起了吧，你后面还有人呢啊！没事。用那张卡呀？啊！下把他们拿卡啊！啊！哥哥，能麻烦你帮我也开一下吗？哥哥，你没拿卡吧？哥哥，你真正常先渴了吗？哥哥，你喝水。好了吗？下把拿卡啊！我操！我得谢谢你啊，哥哥。我操！那是谈了瘦瘦的女朋友才知道的事情。这胳膊感觉一捏就断。
良知，真的良知。你这么弱不禁风的，如果遇到坏人怎么办？震慑到了吗？震慑到了。右手拿着车把，左手扶着后面扶手，然后就使劲这样子往后面拉，这样使劲推就可以了，知道吧？车扶正之后，游泳的老爷们们注意了啊！游泳可以，如果在游泳过程当中泳裤弄丢了，千万记住，蛙泳可以，千万不要仰泳。海上有鱼鹰啊，海上有鱼鹰可以游。一点内存都没了，啥玩意儿？王者荣耀都八 G， 你浏览器啥玩意儿啊？删了吧，妈五 G。浏览器不删，我他妈把微信删了。17楼。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交给警察叔叔收。吹起你鬓间的白发，抚平回忆留下的疤，你的眼中明暗交杂，一时在喝多爱给单满带有等家爱提出来的恩爱先有爱强买若我能凡事不要慌，先把手机掏出来拍个朋友圈。是不是可以牵你的手？哎呦我的妈！你喜欢胖的还是瘦的？是我的，胖的瘦的都行。问题是你现在一个都没有。喜欢胖过点的，胖点有安全感。有你在还需要啥安全感？那人家也是个小女孩呀、啊。我就希望找个男人让我伺候他，让他过上帝王般的生活。你老头开这车，你跟他过呀？你别说这车，就那车我也得跟他过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啊。老公让你做饭咋整？那我就做，那人洗衣服呢，那我就洗呗，完了人家再找一个呢。哎呦我去，哎呦我那不行。这位顾客真有意思，电车都放进去了，都开始计时了，他去砍大价去了，让我先计时。哎，走吧大哥，别看了，一分钟一块钱了。
哦，弟弟的这个也煮熟了哈。啊，怎么不是我吃了？吃一下看看什么味道？还行吧。好啦，姑怎么了？找点药给弟弟，看这个，试一下弟弟，什么味道，弟弟？什么味道？香的味道。羊的味道啊？香的味道。哦，香的味道哦，香就行了。弟弟这个最香是吗？哦。慢点，有刺的不？